尊敬的最位同修、最护法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、啊，在借这个。 佛七，以及孝亲、报恩、三十系念的法事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再一次给大家来细讲三十系念法事内容的大意。 希望我们借这个学习，能够发起我们内心那个所谓的菩提之心，落实在这个生活。 也借这个因缘啊。得跟大家接个法言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一切供养中，在布施当中，法供养为贵啊。这个法是方法。 也可以说明，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给我们这些的经教。我们今天想要觉悟，你不靠经教是绝不了的。你今天想要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。 特别是我们这一生念佛，想要得到究竟乐，离究竟苦，那不靠这个清教是不行的。特别是近在这个时代，浊恶的时代，所谓的五浊恶世的时代，眼睛一看出去呀、啊。 外面的诱惑的力量太大了。说实在的啊，外面的诱惑、啊，我们一不留神呢，就容易被迷了，可能倒在一边，可能甚至于投降了。所以，外面这种诱惑。 再加上内心的五意六尘，贪嗔痴慢、名闻利养，哪来不造业呢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，不断的、啊、每一天呢、啊，要给自己做一个功课，听经也好，学经教也罢，念佛也好，拜佛也罢。 每一天一定要给自己定下来的功课，那不然的话呢？境界一来，我们就经不起种种的考验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聚会在一起，在这个地方来念佛、来学习，目的呀、啊，就是要来提醒自己。 警惕自己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能够闻到这个佛法，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精进用功，你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成就。要不然呢，无论你怎么念佛，你都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而已，修点福报。 还是离不开这个六道，所以这个法呢，确实非常的重要。每一天不断的一定要听经，无论时间短，十分钟、十五分钟，要定下来这样的功课，心才容易定下来。不然的话呢，心浮气躁，随着外面的境界。 不断的在诱惑，那我们就容易迷了啊！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在这个地方啊？每一天来打这个佛期，来念这个佛号，来学这个经教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哦。作为这个法供养是很重要的。那有人要问啊？ 啊，师傅刚刚从尔本回来。尔本晋宗学会啊，那边的信徒啊，我这一次去到那边呢，蛮有特别。那边的居士看到法师，好像看到宝一样，天天啊，往这个学会啊，去请教，去请法，好多人。 来到道场，来问法师种种的一些，他们学习当中有一些迷惑，没办法解决，而且每一天呢，啊，被这些句式啊，天天啊，啊，请到外面去吃饭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不可以在外面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冒险。 因为现在的疫情也是蛮严重的，所以如果要请吃饭，在家里可以，我答应啊。如果在外面那就不行，简单就好了，一个炒饭啊 <laughs>，但是非常难得啊。每天他们请到家里吃个饭啊，让我没有想得到的就是，一家人呐、啊，既然呐、啊。 祈求我们领众他们念佛十五分钟，然后请法师来开示半个钟头，因为他们知道哎，法供养为大嘛，那个功德太大了，请法师讲经，请法师来说法，这个功德太大诶、哎，每一天哦。 所以我回来去称，多加了三公斤，呵呵两公斤。<laughs> 哇，那边的巨石啊，哎呀，太太难得了，好像看到法师看到宝一样这样。但是在雪梨我没有看得到，<laughs> 我只在墨尔本看得到啊，西澳还有看得到，啊，雪梨还没看得到的，嗯，可能看到法师害怕。 不敢亲近哦，好像看到法师，哎呀，赶快避免啊！这个哦，所以啊，所以有一位居士呢，他问啊，说：“师傅，法供养为大，一般要以什么样来供养呢？”一般我们就是印法宝、写抄经卷。 供养三宝，或者我们印这些、造这些佛像，让大家结个法缘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办呢、啊？师傅，我没有能力啊，去做这些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很简单，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念佛的人。 真正一个学佛的人，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阿弥陀佛的弟子。你要怎么样落实法供养呢？很简单，把你的自己的行为言语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。你是一个真正念佛之人，你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，你是真正一个学佛之人。 让大家能够对这个佛法、对三宝能够恭敬心，然后对佛陀的教诲能够深信的话呢，你这个功德太大了，比我们法师在这个地方讲经那个功德是无尽的功德啊！以身作则，做一个好样子，做一个好榜样。 让人家知道，学佛不是迷信的，念佛不是迷信的，念佛也不是消极的，念佛真的能够带来幸福美满的人生，学佛能够带来这个家庭的美满，让大家能够起了一个信心，对这个三宝，那你这个功德太大了。 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个学佛的人、念佛之人，天天还跟人家计较，还要跟人家对立，还要跟人家成见、言语、行为，看到我们这样的，人家会相信吗？对三宝有信心吗？ 所以很多事情呢，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呀、啊，不是在外头、啊，很多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不要讲到最大的那个圆满，从我们自己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你能不能做一个好样子，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先生，让你的父母，让你的太太。 对这个佛法，对这个佛教，是一个很好的因缘，对这个社会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如果这样的精神来学佛，用这种精神来学佛、来念佛，那你这个功德太大了。啊，这个是简单，先给大家来说明一下，因为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。 这个三十系念的内容，这个就是这一次啊，我到这个墨尔，啊，去举办这个三十系念，跟大家来接这个法院说实在的，今天我们能够闻到这一句名号，学这个法门，说明我们这个人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。 过去曾经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你才能够会有得到这个机会啊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看别人，也不要去听别人，好好把自己做好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的“法供养为大”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了。那你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。就算今天。 将来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这个福报啊，永远享受不尽的。人天福报啊，太大了。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简单呐、啊、给大家说明啊。啊，还有一位技师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我念佛念了几十年，二十几年，为什么心回复不了那个清净心呢？” 为什么心很难呢？要修清净心这么难？其实不难呢。说实在不难呐、啊。修清净心不难呢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我们众生分别心太重了。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。 因为分别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执着，我们的妄想；因为执着才能够产生我这个我的存在；因为我的存在，你才起了一个傲慢的心、贪欲的心、欲望的心，种种的。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！你要修清净心，很简单，分别心。 你要落实，那怎么落实呢？从恭敬心开始，看到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，看到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，哪来会有分别心呢？说容易，很容易；说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所以，你想要回复你的清净心，在这个念佛当中得到弥陀的加持。 你首先要去感呢、啊，怎么去感呢？用你的恭敬心去感，阿弥陀佛能够相应呢、啊，诸佛菩萨才能够相应呢、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要想要修清净心，从这个地方下手。所以，因为分别心有我有他有他有我，天天就是搞这些，到最后，你无论怎么念佛。 就没办法有清净心了，很难。难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为什么十方一些诸佛如来，像地藏王菩萨，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逆境也好，顺境也罢，狂风大浪，他为什么不倒？因为把一切众生当做自己呀、啊。 哪来会有计较？哪来会有对立？哪来会有一种不喜欢、讨厌？没有。所以恭敬心，你说你不修行吗？所以啊，很多事情呢，其实不是在外头，在我们自己本身。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去修行？ 真正来修道，真正来落实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？无论你怎么念佛，无论怎么修，你也不会成就的。啊，像有一位居士，他跟我讲：“师傅，只要你努力，我们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发财，事业一定会顺利的。”谁讲的？ 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生活很简单了、啊，人人都是发财啊！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啊，很用功啊。那为什么发不了财？穷的更穷，为什么呢？关键不是在这个地方，关键在哪里？用心不同嘛。主要在用心，你那个心怎么用心呢？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佛法很多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原则啊，已经为我们讲出来啊，都是绕着什么？绕着这个心都在变化的，一切法唯心造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告诉我们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？ 那个心非常的重要，你怎么用这个心，那个才是关键。那这个心怎么用呢？从恭敬心开始。将来莫名其妙人家来批评我们、回报我们，说我们什么样的？说实在的，看到这样的事情，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很不能接受。 我明明没有得罪他，我明明没有做错事，我明明也没有什么样的，他为什么今天的不断的来伤害我呢？什么样的原因呢？其实我们不要计较这个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他不宽在这个地方，他主要宽在你自己本身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？那怪谁呢？是自己嘛？所以那个心怎么用心？ 就是一样嘛、啊。我们今天无论怎么念佛，你怎么努力，但是你那个心所发出来的，不是真正的发起你的菩提心。无论你怎么念佛，九牛二虎啊，我们念佛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你那个心用对了，用正确了，十念一念都能够往生西方净土的。那个心很重要啊。 很重要，哦，所以说实在的，学佛的人多，念佛的人多，真正修行的人呢、啊、不多，啊、哦，这个是打磨祖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这些弟子啊，修道的人很多，讲经的人多，真正的修道正道的正悟的觉悟的。正物的觉物的 已经不多了。打磨祖是在梁武帝那个时代，你想一想，打磨祖是距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几千年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听懂吗？清楚吗？清楚吗？哎呀，不清楚，我也没办法呀。 这个我们已经尽心了啊，所以啊，其实呢，在一起来学习也是一个好处，为什么呢？不容易倒啊，在一起嘛，互相提醒，互相的检讨，互相的警惕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师傅上人老和尚，几十下、几十年下来耶。 六十几年呢，今天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。你想一想，他为什么不倒呢？天天读经啊，天天学经教啊，天天讲经啊，天天念佛啊，那不是一天两天呢、啊，每一天哦。那我们呢？今天念经，今天念佛，今天听经。 休息两天，看到外面的，哎呀，先跑出去一下，啊，先玩一玩，啊，等到礼拜天再回来，哎呀，跟大家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佛。哎，礼拜一又回复了，所以很难成就啊。所以呀、啊，有一位居士啊，问我说：“师傅，那我要该怎么办？”定课给自己每一天早晚。 无论你多忙，至少半个钟头，你要坐下来念佛，用什么方法？使念法，啊，一句一句很清楚。使念法，阿弥陀佛，听得很清楚。慢慢的，晚上睡觉之前定下功课，半个钟头也是一样，不间断。三个月，你自己看一看，三个月不间断哦。 那不得了哎！你那个念佛的佛号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，你那个佛号无念而念了，那个那个心那个佛号自自然然常常跑出来的。一到境界的时候，第二个境界佛号就出来了，这个就是培养的。 慢慢的培养，你才会有这样的。你不培养，你怎么行呢？你今天念阿弥陀佛，明天不念了；后天念了，到后天不念了。你不累积，不培养，行吗？不可能。释迦牟尼佛也经过六年，阿弥陀佛也经过五劫，才会成就来供养把西方极的世界给我们。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。 所以你要这样的去修学，不然的话呢，境界一来，哼，他就倒了。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三十七念，大家请合掌。清凉月兮，有水皆寒，功德云而无山不待，相向渡河。 一举红名超二世，嘉陵出阙，清晨佳号压群音。好啊，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。这个段经文呢、啊，上一次已经简单为大家啊说明了啊。这个最主要这一段经文，中文国诗啊在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念佛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感应不可思议的。 感应不可思议，那怎么感应呢？我练好多年，了，好些没感应。<laughs> 那如何去感应呢？我们一定要清楚的，静中之妙妙在哪里？它妙在真行啊！你没有真功，你有没有正在用功？如果你真行， 你真的在落实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一句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不离口、不离心，那我们就会有感应了。所以刚才讲的，你要主动去感阿弥陀佛，才会有应嘛。那最低本的念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感应是什么呢？因为现代的人如果不感应，他不相信了。 那这句名号最低的感应是什么？不是看到阿弥陀佛，不是那、这个也是着相。<laughs> 最大的感应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、啊，你那个烦恼啊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你那个烦恼又减轻了。 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都是你的智慧，都是起作用的。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，你能够应付得了很好的结果，应付得了很好的圆满。所有的事情在你的眼前，你能够应付得了。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，很多啊，人不如意事的、啊。 常有八九啊，但是在这个不如意的事情，无论我们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当你真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境界能够帮不了你的，你能够应付得了，很好，很圆满。最起码这个感应是什么？你的身心健康，你的家庭美满，你的事业顺利。 如果连这个小小的事情都得不到感应的话，那大的事情那就不要免谈了，就免谈了，就不用讲了。成佛是大事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事哦。如果连这个小小的身心健康、家庭美满都得不到的话，那其他的事真的那就免谈。 这个就是感应。所以要怎么样去感应呢？你要真修，你要真念，一句一句的念得很清楚，住下来，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压力，当做很欢喜的去念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”。就算妄念来了，也不用理他，赶快又回来“阿弥陀佛”。就是妄想来了，还是不要理他，拉回来“阿弥陀佛”。 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佛啊，不得了诶。什么样的功德，生死自在，没有一点的痛苦啊！这个啊，就是中峰国师在这一段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这一个名号，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名号的功德，不可思议的，他的感应真的不可思议的，太多了哦。啊 所以清凉月溪，有水皆寒。上一次已经为大家说明，清凉清凉就是讲我们的自信。我们这个自信本来是清净的，我们这个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。所以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直下这个承担，你不用怀疑，你也不用，你也你也放心。你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。 只是把这些阿弥陀佛怎么样回复？清凉月兮嘛，功德云而无山不待。功德云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啊，阿弥陀佛他的本愿威神加持啊，那一种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啊。 这个中峰果实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讲明啊，功德云而五山不待，说明阿弥陀佛他的愿力、他的慈悲、他的关怀，对我们一切众生呢、啊，没有一个都不得到他的加持的。但是关键在哪里？只要你真的受持了。 你肯发愿，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真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是显出来在你的面前，阿弥陀佛都在护念的。就算我们不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是一样都在护念的。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：功德云而无三不待。什么叫做无三呢？ 无三指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啊，无三呢、啊，这个三是指一切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只要你相信这个法门，只要你相信这个佛号，只要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，只要你深信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教里面为我们说明。 而无三不待，不待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的。只要你肯相信。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感应？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，关键在你自己本身。因为阿弥陀佛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的眼前，只是我们怎么样去感动他而已。 所以，而无三不待啊！不要说我们呐、啊。说那一些左脚啊，已经堕在五间地狱了，右脚还在我们这个世间。只要你肯忏悔、肯念佛、肯相信，你也能够得度哎、欸。何况我们呢、啊？没有造这个严重的罪业。 这些严重的罪业都能够得度，何况我们没有呢？所以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凭我们凡夫，我们是没办法去体会得到的。不要说我们呢、啊，连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舍利佛。 舍利佛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，他是代表智慧第一的哦。连舍利佛都对这些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都不知道，也不了解，也不明了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明了呢？所以，偶一大师告诉我们：为佛以佛方能究竟。九法界众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？ 这个就是中风国师在这个地方功德云而无山不待，简单为大家说明。那请问师傅，中风国师为什么用这个云来做比喻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很深。哎，三十七涧的内容很好哎，你们大家喜欢做三十七涧吗？ 喜欢的请举手啊！才几个人呢？<laughs> 哇，那个墨尔本啊，法会还没结束，两天三十七列。啊！大家、啊、邀请啊，师父，哎，八月份能不能再过来一次？<laughs> 你看他们这个三十七列这么有兴趣哎。 哦，我相信我们雪梨净宗学会也是如此。哎，那中文果是用这个“圆”这个字，为什么用这个“圆”来比喻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“圆”呐，若有，若无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们雪梨，那个，那个天上。 有时候整片都是蓝天呐、啊，没有看到一片云呢，是不是？哎哎，过了几分钟，突然间，哎、阴天了、啊。有没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常常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啊，一片蓝天哦，看到好多好漂亮的一片蓝天，哎，突然间有个白云过来了，黑云过来了。那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功德啊。 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很大的学问，给大家来上课一下。我们很多人哦，我常常遇到、哦，无论我走到哪一个地方，很多这些道场啊，这些居士啊，啊，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：“师傅，这个功德真的是有吗？真的是有吗？” 有一些人看到我天天来供养三宝，来护持道场，哎，莫名其妙，突然间事业失败了。有时候我真的很认真，我天天来这个道场哦，来做义工，来打扫，出钱出力，种种的，突然间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怀疑师傅这个功德真的是有吗？ 不要说我们，你那个梁武帝，梁武帝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，一生建庙建了多少，修庙修了多少，四百多个哎，那个福报太大了。你不要说四百多个，你能够建一个道场，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供养，来修行，来听经，来念佛，那个福报太大了。那建了四百多个哎，而且。 造佛像，那个佛像福报太大了。那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讲得很清楚，诶。那不仅仅造佛像哦，写抄经卷，供养生离无数，打磨祖师。到这个皇宫的时候，梁武帝问他：“我这么大的功劳，对这个三宝的贡献。” 问打魔祖师：“我有没有功德啊？” <laughs> 他其实啊，要跟打魔祖师炫耀的。但是打魔祖师有神通，知道啊，这个人的毛病太大了，直截了当，没有拐弯抹角，告诉梁武帝：无功无德。<laughs> 他是个大护法，你想一想。 很多人遇到这个皇帝，都是讲好话的，<laughs> 或者你看到一个大护法来到我们的道场，哎呀，我要来供养。有时候哦，特别的交代，<laughs> 给他吃的，给他喝的，反正特别的贵宾，是不是有这样的？所以我出家到现在，我遇到很多这种人。 我常常讲，我们出家人很简单了，生活很简单。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呢、啊，很美好的，我们人生可以过得很快乐，过得很幸福的，就是因为自己的愚痴，造成现在这个社会，造成现在的这个人生。说实在的，真的，我遇到很多哎，只要你听我的，只要你听我的。 我来护持，无论多少，我来供养。你会听吗？你看，打摩祖师就告诉这个梁武帝无功无德。你想一想，梁武帝会高兴吗？不高兴哎。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，又特意问打摩祖师，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佛？打摩祖师说没有。 你知道你修行？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？打魔祖师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真的是放啊！梁武帝真的生气了，讲了一句话，话不投机，<laughs> <laughs> 就敢赶这个打魔祖师敢出门啊，呃，这一下惨了，没有人护持了，躲在少林寺九年闭室啊，面壁啊。 他打磨祖师九年，在那个少林洞面壁九年，哇、哦！才等到慧可出来，他才出来的。你想一想，护法不能得罪耶。所以啊，有时候真的啊，没想到得罪他了，没人供养。啊，打磨洞啊，啊，师傅去过了，去参观了。哦，那个少林寺啊，真的很壮观，很庄严。 哎，大家啊，有有应该赶快去参观一下。而且师傅啊，到那个少林寺啊，他的那个当家师啊，特别交代，表演什么？表演那些少年哦、啊，哇，那个那个内功啊，阿弥陀佛哎，我学不了哎，太厉害了。我问这些的法师，你们一年当中三百六十五天有没有生病？没有。 好厉害，真的！打魔祖师一到梁武帝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功德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经也常常为我们讲啊，十方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圆满的功德啊。但是中风果实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你也不能执着啊。虽然功德。 有时候，有时候没有，但是你也不能执着啊！你不能执着。所以啊，最后啊，我们应用打磨祖师的讲的那一句话。打磨祖师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也告诉梁武帝啊，他说：“这个功德呢，就好比什么呢？” 随行的影子那一样，我们的影子，我们走到哪里，这个影子会跟着到哪里的。那个功德就是像这样的，你说他有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；你说他没有，他又明明一直跟着我们。这个就是功德啊。所以中风果实用这个云呢、啊？ 来比喻，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？功德不是在外表。今天如果梁武帝问是打磨祖师，我今天有没有福报？打磨祖师跟他讲：“你那个福报太大了。”那什么叫做功德呢？梁武帝问这个打磨祖师啊，打磨祖师怎么讲啊？那一句话很重要哎。打磨祖师怎么说？ 绝境圆满得道者，才会有功德。什么叫做绝境圆满得道者？就是说，功德是从你的清净心出来的，不必要炫耀的，也不需要跟人家说，也不要需要跟人家宣布，也不需要跟人家来表明说我很了不起。 他从你那个功德、那个清净心而出来的，不是从你那个几句话讲出来的。福报跟功德是区别在这个地方。功德能够帮助一个人解脱了生死，能够帮助我们成佛。福报是没有办法的，你只是修点福报而已。将来你得人生，起码你不会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、贫贱的家庭。 起码，你这个功德，你这个福报，能够把你带来人天福报，永远享受这种的福报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一开端呐、啊？释迦牟尼佛用什么？用“圆”这个字来比喻我们的功德。 来比喻释迦牟尼佛的功德，比喻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比喻释迦牟尼佛、十方以及诸佛了的功德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一开端，有为我们说明有十种大光明云。多是在讲什么？功德本来就是有的嘛，本来是圆满自信而显现的嘛。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之道。只要你把那个心回复了，你的智慧、你的福报、你的功德，全部都是圆满的。所以，如来果地的功德，就是在讲这个地方。那功德云而山不待，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主要性是什么呢？中风果是为我们讲什么呢？这个要我们好好来学习了，因为下面的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 时间到了，啊 <laughs>！明天呢、啊，再跟大家来报告这个三十系年内容的这些的呃大意啊。今天呢、啊，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批评。也祝大家好好用功，好好念佛。啊！释迦牟尼佛讲啊，人生无常。 啊，记得，人生、生命无常，国土脆弱。啊，在这个世上，要好好过生活，能够看得开的就看得开，能够放得下的就放得下，能够看得破的好好看得破。最主要的，好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，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不要再受苦了，好好跟阿弥陀佛亲近阿弥陀佛。 这个就是最圆满的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祝大家年年如意，祝大家岁岁平安，祝大家阿弥陀佛。